谁的双手把天上银河翻到了人间？是谁的脚步把山川震撼？是谁在险峰上写下了英雄的诗篇？是谁在大地上展开春天的画卷？怎能想象，这就是石头冒火土生烟的太行山区。怎能想象，这就是水贵如油的河南临县。这一切像奇迹一般的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创造了这个奇迹的不是神仙皇帝，而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英雄的临县人民。是他们顶风历险，奋战十年，修成了人造天河红旗渠。是他们学大寨，赶西洋，重新安排了临县河山。旧时代的临县，光岭秃山头，水缺贵如油，豪门逼租债，穷人日夜愁。社会主义给临县带来了新地新天。树有根，水有源，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幸福的船。看今朝，忆往昔，旧社会的黑暗岁月，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这个夹口筒就是第一柱。广大干部社员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雁花水大队党支部书记和贫下中农一起在扁口井旁忆苦思甜，联系实际，批判修正主义。也执政下来，你要他这个条腿不能当心里头去倒水。井本来是贫下中农用血汗开凿的，地主霸占后加上扁井口，配上扁水桶，只有用他的水桶才能从井里打上水来。井归地主一家所有，水被地主一家独占，贫下中农喝一口水也要受到残酷的剥削。旧社会劳动人民就像生活在黑沉沉的苦井里。过去临县有的地方十几个村子才有一口水井，有的地方几十里方圆才有一处水源。为了水，多少人流干了眼泪；为了水，多少人泪断了筋骨。在旧社会漫长的岁月里，
灾祸重重数不清，哪一桩哪一件不是落在劳动人民的头上。夏大旱，秋无禾，冬饥大荒，又是大荒。旱，夏旱，大旱，还是大旱，连续不断的灾，连续不断的旱，延续几千年的剥削制度是干旱灾荒的社会根源。新的历史从头写，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红旗渠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体现，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曲凯歌。红旗渠受到人民的热爱，也受到阶级敌人的仇视。修建红旗渠的劳动模范陆银向参观者介绍修建红旗渠的两条路线斗争，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对红旗渠的恶毒攻击。以下声明，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修建了红旗渠，改变了我们宁夏干旱面貌。年年暴丰收，林彪他搞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我们红旗渠，他说红旗渠不是一锅，不是一锅。渠水滚滚，历史向前，当年修建红旗渠的战斗永远鼓舞着我们。一条渠线划断了太行山，千军万马激战在漳河岸。红旗渠，你孕育在英雄的豪情里，诞生在尽显的峰峦间。十年修渠，十年鏖战，凭的是自力更生一颗心，艰苦奋斗浑身胆。十年斗争，十年实践，靠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把路引，红旗火胸中翻。十年呐，战斗的十年，险峰上迎来了火红的黎明，隧道里送走了不眠的夜晚，锤声中度过了秋冬春夏，汗水里更换着四季衣衫。红旗渠，你在英雄的聚首中伸展，你在阶级的搏斗中向前。英雄们以反潮流的精神顶住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强令下马的妖风，英雄们以大无畏的气概夺下了阶级敌人射向红旗的毒箭。看哪，万丈绝壁似丰碑，铭刻着英雄业绩。听吧，炮声隆隆如雷鸣，宣告着人定胜天。
红旗渠涤荡了历史的灾痕，滋润着临县的土地。红旗渠激励着人民继续前进，谱写出农业学大寨的新篇章。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有了红旗渠，临县水浇地的面积比解放前扩大了50倍，而且出现了大面积的水田。老贫农石香齐在太行山里种了大半辈子旱地，没想到今天还能到水田里来试一试身手。谁都知道水稻是高产作物，可是过去水稻的一个水字就把临县人给难住了。现在有了水，社员们创高产就有了更大的自由。水也为科学种田提供了条件。袁家庄大队的社员们在党支部书记赵德义的带领下大搞建作套种，充分发挥红旗渠的灌溉效益。是临县这方土，还是太行山顶这块天。如今尽管天空骄阳似火，地上却是一片苍翠，郁郁葱葱。过去临县无林，不是秃岭荒山，如今荒山披锦绣，硕果满枝头。南方水乡的水生饲料也在这里安家落户了。过去只有沙土石头蛋的干旱山区，现在成了珍珠的产地。过去临县人没有养鱼的条件，也没有吃鱼的习惯，新的变化带来了新的需要，县里办起了鱼苗场。现在临县农林牧副渔五俱全了。在这里，红旗渠以它豪迈奔放的笔调画出了另一幅社会主义山区的新图画。
像一条银链，穿起一串珍珠。在这条小小的支渠上，就有20多座小水电站。这是大屯大队的第3座水电站。饭店对于社员们来说还是个新课题。工人师傅热情地帮助社员们学习，使他们学会更多饭店的本领。大屯大队的第4座水电站在进行安装。当初第1座电站，他们只能看着工人师傅安装。第2座、第3座，他们参加进来，跟着工人师傅一起安装。现在这一座，是他们自己单独在干了。一座新的电站，经过这些年轻人的双手，诞生了。有了电，山村就更加活跃了。围着碾盘转的日子已经成了历史。社员家的新房子还没有完工，大队就把电线给拉过来了。小小的水电站在全县星罗棋布。滔滔渠水从群峰之间穿山越涧而来，如今化成了电，又穿云破雾，奔向了太行深处。修建红旗渠的精神处处闪耀光芒。为了农业的更快发展，临县人民更生艰苦奋斗，从无到有的逐步建立了自己的五小工业。修建红旗渠的劳动模范秦永禄在指挥吊装化肥厂的设备。这里在生产着农业需要的产品，也在成长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的一代新人。
些产品在全县每个生产队的田间和长院都能看到，他们武装了农业，给农业插上了翅膀。山区的面貌日新月异，邻县的交通也在迅速发展。解放初期，全县只有十多公里的马车路，现在汽车可以通到全县所有的公社和95%的大队。石板岩供销社主任李林环和年轻的女营业员高凤英用汽车往深山区送货。李林环在山区商业战线上工作了20多年，他十分了解山区住的艰难。过去从县城往石板货只能肩挑驴驼，翻过这个相传是鲁班用神斧砍出来的鲁班坡。现在汽车可以通过新修建的太行隧道，直达群山环抱的石板岩。20多年来，李林环一颗红心，一根扁担，踏遍青山，把毛主席的关怀送给山区的贫下中农。今天条件变了，但是扁担精神还在继续发扬。他们每天都在同商品打交道，但他们不受利润的摆布，处处为群众着想。阿娘你好，欢迎老罗。供销社本来并不经营老花眼镜这种商品，大娘需要一副，他们就从城里给配来了。他不知道合适不合适，看看合适不合适。哎，拿来看看可以。你要快而行啊，你要毛主席领导的多好人啊。你要多好人啊。送货的汽车继续往山区深处开去。车佛沟这个路远山遥的小山村，过去买一斤盐，买一盒火柴，也得起早贪黑走一天的路程。现在村里有了供销点，社员们不出村就能买到山南海北的产品。山区真是变了。
红旗渠畔的每一个山村都出现了深刻的变化，仁村也是一派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景象。山村的夜晚，生活丰富多彩。大队民兵营和中学在举行篮球友谊赛。社会主义占领着思想文化领域的各个阵地，拿锄头的手在调动着丝竹管弦。业余宣传队在排练文艺节目，歌唱生活中的新人新事。县剧团的演员来进行辅导。注意了注意了，今天晚上下菜班女队长都就是做准备的。
社员们用沾满了激情的画笔描绘着社会主义光彩的生活。刻画美好的今天，回顾斗争的当年。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深入人心，政治夜校里热气腾腾。在党支部领导下，贫下中农的理论队伍不断壮大。党支部副书记结合人村大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给全大队理论学习辅导员讲课。今天讲的是认识小生产，改造小生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提高了人们的觉悟，指引着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红旗渠的革命精神，继续完成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战斗任务。英雄一派豪情，修建红旗渠的老战士在新的战斗中立新功。年轻的一代在斗争中锻炼成长，县委第一书记杨贵和县委其他领导同志带领全县人民紧密团结，继续努力作战。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考验和锻炼，宋家庄大队的干部和社员更加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袁家庄大队的贫下中农在党支部领导下顶住了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迈开了农业学大寨的新步伐。
有了水，并不是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临县人民说得好，我们不能躺在红旗渠上停步不前。像这样的土薄石厚的山坡地，既不能积耕，又不便于灌溉。渠是新的，地是旧的，有了水还是不能稳产高产。为了继续改变生产条件，全县掀起了以改土为主攻方向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寨底大队根据县委的统一部署，对全大队的土地进行了全面规划，决心打一场深翻改土的人民战争，向小农经济遗留下来的旧田地开刀。修修补补改变不了原来的面貌，小手小脚建设不起社会主义大农业，只有大干才能大变。改天换地的胸怀，坚韧顽强的毅力，他们要把夹在土里的石头一块一块的都挖出来。深翻一平方米的土地，几乎就能挖出一立方米的石头。他们决心把全大队4800多亩土地都这样一平方米一平方米地进行彻底改造。把挖出来的石头埋在深坑里，上面再厚厚地垫上一层土，用愚公移山精神，让土和石头来个大翻身。小农经济留下的痕迹正在从人们的头脑中逐渐消除，也在从人们耕作的土地上逐渐消除。修了红旗渠，临县人越干胆子越壮。他们说，过去看山像老虎，呲牙咧嘴要吃人，现在看山像豆腐，咱想咋切就咋切。林旗大队人多地少，他们要在石头山上做文章，让荒山交出粮食。复员军人
共产党员赵四在解放战争中立过功，在修建红旗渠时出过力，今天他又在劈山造田的战斗中继续做出贡献。山上只有石头没有土，劈山不容易，渠更艰难。社员们豪迈地说，山上石头山下土，为革命造田不怕苦。一锤一铅干革命，一锹一镐绘新图，像大寨人一样，他们越干越敢干，越干越想干，越干越会干。人村公社的社员们决心要把乱石滚滚的露水河滩变成米粮川。年轻的社员们说，我们是喝红旗渠水长大的，老一代为我们引来了幸福水，我们要在改土上下硬功夫，出大力，流大汗，把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接过来。在党的培育下，太行儿女一代胜过一代。铁姑娘队队长杨春英高中一毕业就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向旧的习惯势力挑战，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新的时代，新的农民，意气风发，能文能武。红旗渠畔春雷响，工地摆开了赛狮台。欢迎乡队来入石河滩。好，我再来一首雪莉龙。毛主席致使雪莉龙，庆下的小岛一声，莫了爆竹碰在手，致卢明灯照在心。毛主席致使薛立龙，随四叉姐姐抓住的问题，要龙行，姐姐斗争不能忘，疾风路下时刻积攒性。红旗渠畔，深翻改土造田，千军万马斩忧寒。我们青年突击队，一马当先，枪。老子队把红旗渠道修成了，我们面前还有什么闯不过的火焰山？欢迎各位来的好不好？好，
小伙子向铁姑娘们挑战了。什么来着？西山在河遭天忙，龙腿胆枪站台行，万炮起哄空梦到，难中女被一朝光。东风万里山河静，红日照我接文章，披领披空胆冲锋，敬恰弟弟铁姑娘。领教空秋有对回答，家名家财牛肉要呀，平小中农不受欺压，学习马良英雄之家，一起革命斗地扎下，重庆阿牌领下和尚，等待玉皇八家家。愚公移山改造中国，他们写出了惊天动地的诗篇，他们画出了气壮山河的画卷。还记得吗？那条乱石滚滚的荒河滩，还记得吗？那座寸草不生的石头山，还记得吗？那片薄石后乱石成堆的山坡地，英雄的临县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大干大变，赢得了美好的今天。他们正迈开大步继续前进，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